火车站附近二楼的电梯楼，看空调窗口挡住了，可是没有阳光。衣柜、冰箱、水车、洗衣机、卫生间、马桶、洗脸台，对。这个也是衣柜，房子又这个大，这样进来。注意一下，位置超级好，这个房子位置。火车站附近，电梯楼，价格便宜，